高层冇施压，吴雨霏，我都好紧张下一代。早前在网上传言话中联办曾经致电给某唱片公司，要求旗下歌手不准参加反国民教育的活动和发表任何言论波。咦，但是吴雨霏，你为何穿黑色裙出席活动？唔通你唔惊？冇讲任何嘢嘅，咁都冇话收到啲咩通知，话有啲咩唔可以讲咁样咯。嗯，咁系咯，所以我就唔系好清楚第二啲公司系点样做法咯。系啊。咁你自己咪都系反对国民教育？我自己的看法就是我始終都很 care about， 即係好緊張下一代咯，即係我都覺得即係下一代是我哋的點講咧？我哋嘅棟梁係啦，棟梁係希望希係啦，棟梁希望啦，咁都希望佢哋點講咧？我希望佢哋都會有正確的information 啦，系啦，資訊啦。